我们吉利 EX5 搭载了首发的 C to B 的电池技术，也就是 C to Body。GEA 架构的设计概念是安全第一。那么我们如何保证电池的安全呢？所以我们电池包内部还有一个十字加强梁，为了防止电芯受到碰撞的冲击，所以我们依据我们的架构带宽设计了吉利独有的短刀电池的尺寸。我们每一个区域一个电芯。 这样呢，我们的电芯可以采用侧出极耳的方式做到热电分离，它会更安全。那同时呢，我们这个电池上盖与成员舱的地板合二为一，可以有效的降低地板的高度，给我们成员舱有更好的空间表现。那另外，我们吉利短刀电池因为长度更短，所以我们这个充放电过程中，电子在电极之间传递的时候。 它的内阻会更少，发热会更少，会更加安全。所以我们呢这样的设计会带来四个方面的优势。那么第一，我们拥有军工级的安全，我们给电芯做了八针铜刺，做到实弹贯穿，给我们电池包也做了魔鬼串行的测试。那不管怎么折腾，我们都能做到不冒烟、不起火、不爆炸。 安全方面必须做到让我们的客户放心。那么第二个优势是，一代电池两代车的超长使用寿命。我们的电芯拥有3500次的循环寿命，比行业的平均寿命高40%，不用担心保值率的问题。那么第三，我们的低温工作特性更好，在0度以下，哪怕是-30度，我们的吉利短刀电池。 低温续航保值率都比长刀电池更好。冬天开吉利的 EX5， 我们的续航焦虑就会少很多。第四，吉利 EX5 的快充速度也比长刀电池的车型更快，刷新了这个级别车型的快充体验。所以，买电动车要想安全、保值、冬季不焦虑，还要充电快，就选吉利。EX5。